的士啊，这里啊。去哪？去哪？去买衣服啊。衣服不挑剔，我挑。我挑。I don't know， 你是越南人，你不知啊？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嗯，别，这有点麻烦啊，我既然不知道带玛丽去哪里，完了完了完了，我不知道。不过还好，玛丽，我去哪里，玛丽都愿意跟我去，她愿意跟就行了。chúng ta hãy đi bộ。chúng ta loài đi bộ à？我们可以步行。你 no， 你这个。tôi không biết mua chỗ nào， bạn hãy nghĩ thử xem。我不知道在哪买，你想想吧。我们去找个地方坐一会。居然不知，玛丽也不知道啊。哎，玛丽 ，you like，you like， 太吵了。no。哦、oh, ，OK， 你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你喜欢的。这附近不知道有没有他喜欢的，我不知道送什么给他，只好送套衣服给他是最好的，又实用，对不对？送其他花里胡哨的不太好。哇靠，好多学生在这里喝茶聊天。我很久没来了，几个月没来这边了。不过今天下雨，没什么人。如果不下雨，好多人。你喜欢吗？这个 ？No。玛丽不喜欢这种风格的。玛丽，那边。You like？ You like？ 我不。你看不到哦，他看不到。有，我有了，有了。玛丽，过那边，走。哦，好危险啊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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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玛丽，他们仨，他都不喜欢呢，这些。这里挺多衣服卖啊，为什么他都不喜欢？这些也是。要么我送个娃娃给他，供那种毛绒公仔。这条街就这么多地方啦，竟然找不到玛丽喜欢的东西。玛丽，这里，这里哦，哦，照相啊，不是，不是。这边没有，小心。没有，没有喜欢的。又下雨了。这里还有一家衣服店，我看看他喜欢吗。You lie, you lie, no lie 啊？没有，不知道。进去看一下。啊，进去看看啊，玛丽，啊，我差一点把他的门给搞坏了。OK， 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这些店员也挺随便的，没有出来招呼客人。这老板白傻了，请这员工。看一下玛丽要。哦。No lady boy， 我不是，你来，我不能穿那个。
也没有饭店有什么好看的。有没有 ？You lie. No lie. 如果他买不了啊，我明天去买支口红，买支那种香奈儿的口红给他吧。但是口红，我也不知道他用几号颜色。这是裙子。看一下，我这边的衣服很便宜，就20万一。哦，就要这边大学城卖东西真便宜。哦，给我，他这个坏了。屌吧，不哦，那没办法啊，没有看到喜欢的，多多少少挑两件啊。你赖吗？我赖 Lady Boy 赖，我赖。Boy Yes， 这裤子好大，应该不好穿。你冷吗？我以为你热了。挑完了，玛丽没有看中一件，不要。OK， 留了，没有就算了，没有喜欢的就去别地方看看。行了，这个好重啊，这个嘛。没有喜欢的 ，No lie，OK，、okay. No lie No lie， 我看看去。哦，现在带他去西贡商场那里，不要送那个了，我直接叫车去西贡商场买瓶口红给他算了，不要买衣服。我感觉送瓶口红啊，或者什么还是不好。来这家商场看一下。不要买衣服了，那不要买衣服了，可以去西贡商场。你有啊？好吗？这个化妆口红，你啊、我问他喜欢口红吗？喜欢口红吗？八角的山猫。之前我跟朋友一起去的，我已经买够了。我们去买香奈儿口红。仲多啲过什么 channel？ 调控。啊 ，Go。去买瓶香奈儿口红给他。很难选择我喜欢的口红颜色，那我们再走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店铺。对。啊 ，OK。哎，今天晚上下雨啊，打乱了计划。我就本来是想买束花给他的，去湖边那里，然后给他吹个蛋糕，但是下雨天没办法，现在只能买点好口红给他。哦，这边还有，玛丽，我不看看，你不看，走，哦，这里。
你。我，哎，你。我可以吗？漂亮。漂亮吗？漂亮。你又来。No。他不喜欢。挑你喜欢的就行了。No lady boy， 你又 no lie， 这啊上面有吗？耶，嗨，第二层还有吗？这不是还有吗？怎么买这么厚呢？胡志明这么热，还有这种厚衣服吗？啊，算了，挑不中了。这几套应该是他们最漂亮的，应该玛丽不喜欢这种类型。没有喜欢的？没有。没有吗？太难找了。上。哦，要下雨了，天哪！要下雨了。哦，要下雨了，拐弯。我们去哪？我们找个地方躲雨。我们找个地方躲雨吧。哦，地。现在还有电影看吗？有，下午有。chúng ta hãy tìm nơi khác đi。买不了礼物给你。让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嗯，你，的士。你要。啊。去别的地方，去其他地方看呢、啊。你住哪里？bạn còn nhớ chỗ nào không？你还记得在哪吗？我不记得你 ，no， 你也不记得了。够不够呢？我记得在哪里，但是没有地址了，我不知道怎么找。tôi nhớ ở đâu, không có địa chỉ, tôi không biết làm thế nào để đi. đúng không? đúng. à. đau trời, mùa đau. 你找一下。八点一下 OK， 让玛丽找一下地址啊。有没有找到？他在抖音照。没有找到。哎呀，那下次早点去吧，现在下雨了也逛不了了、啊、下次送就没有意义了。你不记得我们上次在哪儿买东西了吗？我记得，但是我没有留的地址。tôi nhớ nhưng tôi không để lại địa chỉ。哦、oh, ，OK， 他找到有衣服卖了 ，OK， 你叫车，刘航，哎，找到了，那我们去其他地方了。那里没有喜欢的衣服，我们去迪士尼买了。哦，不知道有没有，哦，好多地方大洋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买，太晚了。不知道现在还开不开？嗯 ，yes。现在太晚了，确实，10点钟。如果关门了，我们下次再买。nếu đóng cửa rồi, lần sau chúng tôi sẽ mua lại. 没事，反正我还在这里啊，我们可以下次买去。哎呀，这里去到地西进好像也不行。
去到那里有多远？中大连到宝山。宝山，南开。对，叫我们来玩啊，小哥哥。哦。20分钟。20分钟。哦，那有点远。一点点。改天我们再买也行，不用太着急。如果今天能买得了，最好今天买。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刘浩，他很有意义。今天买很有意义，过几天买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可能没有购买的魅力。喂。白烧？不知道。你不知道 ？OK。我到了第一郡了。过几天是越南的国庆节，9月1号。我看一下他。你什么时候生日？记得在越南，我来接你。12月。唐伟海，越南。耶，云南，12月9日。我记得，你记得？哦，他记得，还记得我生日。办年金还是办母金？你9号还是19号？金啊，金耶。快到了。不错。9月1号，你放假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9月1号是不是国庆节？9月1号，他们越南国庆节。我好像还得去上班。拽我哎。OK。台湾那边靓呢，还漂亮。哦，漂亮。有来，我就做啊，有一点点。你看漂亮吗？漂亮。你喜欢的我就喜欢了。OK， 你有？你有？那里还有一家很漂亮，更漂亮。问我跟他去过。9月1号请假去玩的。9月1号还上班吗？让我看看。恐怕我不能请假。9月1号我可能去头顿。9月1日都可以去丰岛啊。那里有一个大型的活动。có một sự kiện lớn ở đó。那天人很多。Yes。很多。9月1号在头顿的海滩有一个大型的啤酒节活动，我想。邀请你一起去。哎。温州天。啊耶，船呢？耶，又来啊！又来啊！下次我们可以再去这里坐船。lần sau chúng ta có thể đến đây ngồi thuyền。chúng ta đã đi nói。看来玛丽很喜欢了。我们已经去过那里一次了。我记得吗？记得，我们可以再去也行。chúng ta có thể đi lại cũng được。9月1号，头顿有一个大型的啤酒节，我想和你一起去。có một lễ hội bia lớn vào ngày 1 tháng 9 và tôi muốn đi cùng bạn。但是他要上。让我看看我能不能想通，如果可以的话，我就跟你一起去。OK， 我会等你消息的。我sẽ chờ tin tức của bạn。OK。哎，现在应该到了，差不多。没做这么久。到了没有？很聪明。聪明，很什么？很聪明，你很聪明。
学习。学习。他 sleep。哦，睡觉了。关门了哦，店铺关门了。cửa hàng đóng cửa rồi。这里还开一些，不知道服装店打烊了没有？搞错了，搞错了。九万，OK，Hello。谢谢。那俩。OK，Go， 走。太晚了，还下雨啊！你不喜欢 No Line。哦，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司机他说什么？nói là có quá nhiều người đặt xe nhưng hủy rất nhiều. 说有很多人下单，但是取消了很多。有。关门了，玛丽想来这家，但是关门了，太晚了。玛丽 ，go。我们来对面的，小心。还开工吗？开到了。OK， 走。人家都关门了。慢一步路吗？对。慢一步还是哪一步？要脱，要把鞋脱了。好。哇靠！还要脱鞋啊？这有点太干净了，要脱把鞋脱掉。看一下玛丽喜欢哪种，刚才那里她不喜欢。没有多少现金。我 no lady boy no lie 你 lie 我地方对啊你 lie 这家好看吗？你拍这地方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感觉他这里的衣服还挺好看哈，还是挺好看。你喜欢吗？喜欢就漂亮。你挑你，我感觉还挺漂亮的。哎呦！哦，小心！你没事吧？没事。你还好吧？屌！少。我不知道好，你要穿上去我才知道好不好看。你要穿上去才知道好不好看。bạn phải mặc vào mới biết có đẹp không。这种太土了那个。我 no lady boy no no lie。OK， 你穿起来才知道好不好看。No line 啊，一点点的 ，OK， 哎 ，good，beautiful， 叠仔，叠仔。
nhập cái. Gì đó có khác không? Màu này nó màu đen. Màu đỏ vậy. Không phải này nó đang đỏ. Tiếp cái. Ờ, còn có cái này màu hồng. U line 啊 ，OK U line。啊，玛丽穿粉红色哈。你点点了？他喜欢粉红色。对呀、啊，玛丽穿粉红色还挺好看。你看看。我不会看。刘浩。这小白裙。玛丽挑中了两三件，让她去看一下。哦，你要也？你看呗。我啊，我不会看，我不知道怎么看。这是睡衣。敖雅。敖雅呀？哦，这是越南民族服装，奥黛。这种奥黛和那种不一样。你敖雅。你来呀、啊，莫坐，莫坐啊！我还没有见过玛丽穿奥黛，漂亮。可惜太晚了，只能来这一家。让玛丽慢慢挑，不打搅她。OK 啦。你呵呵你来呀、啊、喜欢吗你喜欢吗给那样什么啊那样、啊、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他那件有不过有点夸张那件粉红色漂亮啊漂亮啊你 no lie OK， 漂亮吗？漂亮。哦。嗯。No good。那也是热吗？那已经。啊，那比较热，那还好。烂了。表，那，玛丽，这里。第一次这么晚出来买衣服，我也是，应该早点出来才对。时间赶不了，吃过烤肉，竟然这么浪费时间。哦 ，Q， 可爱。可爱哦。啊，可爱。啊，可爱。这个呢，我们能养，我们养。Yeah. U line， 玛丽很喜欢粉红色，我感觉。不过她喜欢。哦。啊。有换。她换衣服啊，让她试试。外面都关门，现在差不多十一点，漂亮，不错，觉得好看吗？这条确实不行了。U line，玛丽，我，啊，你喜欢就行了。感觉那件粉红色。有点一般般，他挑了几件呢、啊？好像只看中三四套，刚才他好像看中了这件。OK， 好。OK， 好。你。我喜欢。好 ，OK。còn cái đồ cột tóc này。có ở gần đây không? Dạ có.
Hải Hải xì hoan mà. Hiểu không? Không hiểu à? Ừ. Wow, khảo, đây không phải Trung Quốc đấy mà. Đây là Trung Quốc đấy. Ai bài vang, thán lì đoạn khu. Thấy chưa? Trung Quốc, Quảng Châu. À. Ồ, ok. 90 vạn. Cái đó nó có cái dây cổ cho em. Vô lại. Cái này có phông rộng hơn. Ai mặc? Em. Ủa, cái đó rộng rồi đó, nhưng mà hấp rộng. Rộng nửa hả? Đẹp không? Đẹp. Em tại vì cái áo. Đẹp. 这衣服应该全是在中国拿的，我看得出看得出来，爱百万，这是中国的品牌，对不对？玛丽，看一下，玛丽买这套43万，哦，还买一件这个他，我不知道是，哦，这样的。这种短的，好了，就送两件啊。OK， 谢谢、啊、不用客气，谢谢哥哥，不用客气，拜拜拜拜拜拜，早点鱼干，我啊no. 拜拜拜拜。终于完成任务，送了礼物给玛丽了，终于送到了，差一点点了，这么重要的日子，如果送不到礼物就很不好啊。哎，这里是干嘛的？你来吗 ？OK 啊。你多大？哦、oh, no 这不是喝水的，小心。OK， 谢谢。哎，终于买完东西啦，坐一会啦。这地方没下雨啊，也不能去哪里了。该打烊的也打烊了。哎呀，就这样。和玛丽度过一个重要的生日，可以坐一会吧，下雨不要乱跑。蜜水冰城，哎，小心。谢谢啊。你咋？你。OK， 好，有，啊，玛丽，啊，好，没有 ，No， 啊，在这里坐一会了，啊，我有，我喜欢的店，但是已经关门了。这家店看他很热情，但是我们不买，我有点不好意思，yes. 所以我就买了。Yes， 啊、下次我们再去你喜欢的店买。能造出肚子的一个，这要花你很多钱。No， 不就这 ？No， 们 ，No， 没有多少钱。好搞笑。没有，不就。没有多少钱啦。我很高兴你今天和我一起参观了工厂，非常感谢。我很高兴和你一起过生日。我真多有公安在关心呀。谢谢，我很开心。我也是，心。OK， 安，搞个雪糕吃。这个东西20000确实便宜，7块钱，中国的品牌去到哪里都是便宜。换一个吧，搞坏了，跟玛丽换一个包。今天
只有你和我最好的朋友记得我的生日，只有两个人。我会每年都记住的。如果我在越南，我会找你一起过生日的。明年我们还在一起过生日。今天我本来准备在湖边那里和你一起度生日，但是下雨了，没有办法。只要你记得我的生日，我就快乐，不用太挑剔。OK。 天哪，又下雨了，完蛋了，又下雨了，那怎么办呢？下雨了，兄弟们，看一下，又下雨了，本来还想去其他地方玩的，那现在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对不对？哎呀，天空不作美啊。他明天他的另外一个朋友生日，玛丽叫我一起和他去吃饭，但是算了，我想一下看看去不去吧。你说去还是不去啊？我也不知道。明天他朋友生日，唉，我看一下吧，我有点害羞啊。不过他愿意介绍他朋友给我认识，我还是挺开心的。真开心。下雨啦，要下雨啦，天哪，拽歪啊。啊，没事啊，就这样啦。不过还好买到衣服给他了，还好。这么重要的日子啊，生日快乐啊。谢谢师傅。生日快乐，还好啊，送到生日礼物给玛丽了就行了。摄像机也没有电了，糊涂了，就这样，兄弟，拜拜。